玉里分局在富里分驻所、玉里派出所举办了两位新任所长的布达就职典礼，由分局长温基新主持。两位新上任的所长都不到40岁，非常的年轻。黄正宏、罗万益从警期间个性敦厚，待人诚恳，希望在就职之后，长官要他们做好地方的治安工作以及为民服务的工作内容。玉里分局在富里分驻所、玉里派出所举行两位新任所长布达的就职典礼，由分局长温基新主持。两位新上任的所长都不到40岁，非常年轻。黄正宏、罗万益从警期间个性敦厚，待人诚恳，凡事都主动积极，工作很认真，任劳任怨，深受同仁的爱戴以及长官的赏识，基层的经验以及历练都非常的丰富完整。玉里分局玉里派出所所长，其所属员警均应服从命令，各遵纪律，尽忠职守。从警期间，个性敦厚，待人诚恳，凡事主动积极，工作认真，任劳任怨，深受同仁爱戴以及长官的赏识器重，基层经验历练丰富完整。玉里分局长表示，新任到的所长必须要迅速掌握辖区的治安、交通的状况，并且要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，无缝接轨社区的警政工作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